星期五福正在路上行驶。不，前方有个大路坑，五福快停车！五福来不及停下，掉到了坑里。五福努力地想往上爬，但是他爬不上来。机器人快上车，出发救援五福。到达目的地，五福别怕，他们来救你了。机器人就位，准备变形，变身成超级工程车。嘟嘟也准备变形，变成超级吊车。嘟嘟先把五福吊上来，成功啦！超级工程车去挖石头吧。不要害怕，吊车响。
伸出花斗勾住巴士，他们一起把巴士救上来。耶，成功了！接下来五福得想想办法，怎么把土坑填回去。五福看了一眼救援车队，哦，想到办法啦！五福先来挖石头，然后把石头堆进土坑，叉叉九九去帮忙。九九搬起石头，运走。堆在土坑里，搞定。轮到推土机六六出马啦。装走石头，放到土坑，土福继续搬运石头。哇哦，土坑已经堆满啦！超级搅拌车，到你啦！出发吧！搅拌车搅拌水泥，注入土坑。好啦，五福测试一下，没有问题，完成任务。哇哦，早上八点啦，巴士在看什么这么入迷啊？原来是玩了三分钟，巴士看得好开心哦。哎呀，巴士，你怎么还在看电视啊？这可不行哦，都中午十二点啦。巴士巴士，闹钟响啦，赶紧关电视啦。巴士该出门工作喽，打起精神来，巴士。糟糕，看不清楚红绿灯了。挖掘机要生气了，这可怎么办呀？不管了，先走吧。哦，巴士当心，快停下。哎，好险啊。挖掘机过来关心巴士，原来是巴士的眼睛出问题了，去维修店吧。他们来到了维修店。巴士，我们先来检测视力。先来看这个，看不清。再来看第二个，这个是右。哎，这可不行啊！最后一个，右，这个是右，答对了。最后来选眼镜吧，我要白色的。没问题，机械臂拿上白色的眼镜，给巴士戴上。巴士转动眼睛适应一下。哇，终于恢复视力了。谢谢你，挖掘机。巴士来到了染色店。嘿，我要染色，帮我染个好看的颜色吧。五福要开始工作了，按下染色按钮。哦，怎么还没有染色剂喷出来呢？准备开始啦。糟糕，转盘失控了。五福过来查看。
子太大了，来换个小一点的。好啦，给染色机器更换新部件。更换好了，来测试一下吧。哎呀，这次喷下来了好多泡沫，看来还是不行。不过再想想办法。有了，把两个部件兑换一下。哇哦，染色机器修好了，可以喷水了，太棒了。可是站台还是摇摇晃晃的，不如再去查看一下。
试一下能不能转动。没有问题，装载车过来，把石头拨开，河水正常流动啦。现在让挖掘机启动水车，开始浇灌喽。花朵喝饱了水，颜色又变得正常了。耶，花朵们现在都很健康啦。继续出发喽。糟糕，运输车车厢上的货物着火了。挖掘机五福大喊快停车，可是运输车戴着耳机听不到。五福，快想个办法吧。有了，让不二拿路障去拦住运输车，把路障摆好。五福也勾一个路障过去，放这里，搞定。耶，可是运输车依旧没有减速，他从路障上跳了过去。五福，快追上去啊。嘿，快停车，运输车依旧没有理会五福，他从五福旁边开了过去。不，实在是太危险了。吊车小七过来了，他要在桥头拦住运输车。运输车急忙刹车，五福跟了过来。五福摘下耳机，运输车，你的车厢着火了。怎么办？五福得想办法灭火，找找工具。有了，找到一片大叶子，让不二过去，拿走叶子。不二，赶紧扇风吹灭火苗吧。不二用力地在扇风，不，扇风太累了，不二出了好多汗，可是火势一点都没有减弱。哦，不二累趴下了。前边有条河流，出发。五福来勾起一勺水，倒车，把水泼到火上，用力，嘿，可是还是没有作用。运输车看了看车身，决定自己前往河边。运输车来到河边，把木箱夹到河里，还有一个，耶，火灭掉了。呜，运输车没站稳，掉到河里去了。小朋友们，火车正在快速的行驶，装载车它要干什么呢？它要打石子玩。一没问题，
撞在车正在路上行驶。哦，有一只蝴蝶。哇，好漂亮的蝴蝶呀。哎，别跑。撞在车接起了蝴蝶。蝴蝶飞走了。不，撞在车快停车。不，哎，怎么回事啊？糟糕，撞在车失去了平衡，它要掉河里了。哦，撞在车掉到河里去了。收割机看到了撞在车，它想来帮忙。有石头，撞在车跳上来。撞在车别害怕，我来救你。收割机碰到了挖掘机，挖掘机，撞在车掉河里了，快跟我去帮他吧。 Ready go， 撞在车带着挖掘机过来了。哇哦，是挖掘机来救我啦。挖掘机展开救援，他想把撞在车勾过来。Yeah!